郭富林开轰打下包括胜利打点的三分，获选为单场 MVP。 记者林正坤社，记者吴清正台北报道。统一是火力全开，包括郭富林和陈永基各一支全垒打，以10-4轻取中信兄弟，赢得二连胜。兄弟一局上靠着王胜伟和周思齐连续安打先持得点，下半局狮队立即展开反攻，3-4坏球和陈杰宪、吴杰瑞、朱元琴的安打攻下四分，从此一路领先。中信先发投手王泽君只投零二局被扣，郭富林第四局打出两分弹，本季首轰。第六局陈永基补上一发两分炮，持续拉开比数。郭富林打下包括胜利打点的三分，获选为单场 MVP。 本季首战轰出双响炮的陈永基，相隔八场再度开轰，三支全垒打和 Lamigo 桃园廖建富、林立并列第一。狮队新人投手狮子谦本季初登板，力投生涯新高的六局被击出八支安打14分，在队友火力支援下拿下胜投。陈永基轰出全垒打。记者林正坤社。统一先发投手狮子谦本季初登板夺胜。记者林正坤社。王泽君此一投零二局14分退场。记者林正坤社。